哇，书生许仙，家境贫穷，提拔进京补考，和老母各当我狐狸计。阿妹，阿多我今年三阿你聊。我奇怪，阿多我穿件物件，阿怪怪，我有物件穿三老母。你老卖点点笑是无？我感觉我这个布啊，很现代，我唔知阿讲。我一个人就是这样子漂洋过海，希望可以在外面找到一些机会，挣点钱回去。因为我家里的老母已经辛苦了大半辈子，我一定要考上个状元，让我妈妈安享晚年。可是看这天气，第一期感染几天后。跟他被老火，我还是找个地方避雨比较好。来来，我去找地方避雨。师姐来啦，小青。哎呦，你是老火呢？啊，你变怎啦？啊，我准备来看大哥，我是看好啊你。哎呀，老火啦，我出来三路修好无？哎，画皮做你不是菜呀？啊，你准备找大哥？啊，你好酷色。哎呦，你是老公。